做你韩生 ，You pussy ass， you get that shit country done 啊，把合约搞定啊！听主办讲说，好像终于可以打，不爽你很久了。之前呛我这么多，想常常看我拳头就对了 ，OK 啊。艺人孙鹏、迪英独生子孙安佐英，全院明星赛与同为评审的台中烧打机韩森杠上，两人不仅在公开场合拳脚相向，后又约战以拳头一较高下。我比较不爽他，还是不爽阿龙？两个都不爽啊，动不动就五四三那么多，有种直接来我家面前呛啊！妈很屌是不是？有种直接在我面前呛啊！台中坐车要一段时间呐、啊，来啊！到底要打阿龙还是要打韩森啊？两个我都打了好不好？一起上啊 ！I'm ready to kill them。嗨，我是小优，准备好受死了没有？阿龙，这是给你好了。啊，放人那个 ，piece of shit， 韩森了 ，fucking 韩森，烧打机 ，fat ass cock， 靠 ，this is gonna be you man， 打爆吧兄弟。现在又有变化，几经沟通，孙安佐、韩森相约10月12日开打。孙安佐拍片放在社群抢先呛声，韩森这儿也有了回应。嘿、hey, 小男孩，终于从温室里面走出来了，你真的准备好好出来挑战外面的世界了吗？终于站出来的这份勇气，我先给你一个肯定，你要切记学校社会没有教你的事情我来教你，我真的不会手下留情，因为我会帮大家打醒你，希望你以后好好做人，当大家的好榜样，不要浪费你起跑点赢人家这件事，好好训练吧，对得起这场比赛，也对得起你自己，到时候不要受伤了，在场上只有你自己，这次没有人会救你，期待你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，10月12号见。